菜的，新鲜的蔬菜。哎，美女，你穿过菜的？看菜的吗？看菜的，给你面子，臭卖菜的！你打我干嘛？我打的就是你。嗯。机器灵，砍菜刀，能让你竟然跳。有怪相亲的啊，这是我两个女儿，你从中选一个吧。好的。不疼，你手疼吗？不疼，你担心吗？我担心。那就选你了。走。有好与坏，无有恋与鬼，莫要眼睛一红心就变黑，谈笑便一吃大亏，宁同笑里害得人憔悴，惊讶的长大自己来付费。嘿，快回来，一时挽回。贱娘们可不像熬人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正走在重复，有已经坚持不住，不要抱怨你别人不如，谁不累有谁不苦，路是靠自己走出，不是等着别人。老婆你回来一趟吧，我没带钥匙，你在哪儿呢？打麻将呢，没时间。哎，别说话，我老婆还没挂呢。讨厌。你谁呀？哎呀，干嘛？小样，我还治不了你，哪有什么的呀？赶快开门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儿媳妇儿，你这是送的啥呀？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嗯。哎呦我的妈！
想的母亲是美人中的美人，像那白杜牧一样心地善良，他背水走过的小路留住轻轻的摇晃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？嗯？啊！杀！哎呦我的妈！家庭运动会现在开始，预备，一、二。好，哎，媳妇儿，你这边干啥？妈，你看，都是你的，走，咱们去吃你喜欢吃的大闸蟹。好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姐，武术组我能先插个队吗？可以。抓什么好人？后面去，后面去。恭喜你们三位应聘成功！谢谢老板。老板，那我的？没有应聘成功。为什么呢？好好想想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怎么念？舅舅结婚了，我音乐老师，我的这些字怎么组成一句话？我和舅舅的音乐老师结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掉了吗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掉了一半，这怎么只有八千啊？我捡起来直接就给你了。肯定是你贪污了两千，拿出来。我没有。哎，咋回事，兄弟？这是你掉的钱吗？嗯。掉了多少？一万。大娘，你捡了多少？八千。这确实是八千。这不是你的钱。大娘，我陪你去找失主吧。死王太太，就给我一块钱。
的吗？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滚！哎呦我的妈！人生真的不容易，辛辛苦苦的努力，起早贪黑为了啥？都是为了咱的家。人生真的不容易。孝敬爹娘别忘记，李兄弟，帮我捡一下手机吧，我不方便。谢谢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分手。啊？兄弟，你看。